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销售。亚诺，哎，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什么亚诺？他是雅各。我觉得我刚才一定说错了什么。来赛车吧。哎，居然是赛车。前面在跑起跑失误什么啦？看我撞他屁股！哎哎，你们三个串通好对不对？觉得他们一定是串通好的啦。什么？哇，下一个万事。他也来了，既然这边是可以撞的，耶！哎呀，又被插回去。其实适应之后这台车也没有那么糟。哦哦，别别挡路啊！耶，过关！在车上滑。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内德怀纳特，他是那个新加入的小伙子吧？哎，感觉这一台地图读取要很顺，因为跑很快嘛。感觉好像藏在一些神秘的地方。被警察看到了，我在干嘛？为什么要去搬那个人？哎呦，哇，近战射击。有碎片。危险动作，请勿模仿。我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哎，不是小伙子，哦，上次那个陌生人不知道是谁，我没有办法开始任务。我好像讲的话，应该全部都是危险动作吧？刺客的话。I knew you'd show. My warmest welcome. It's our business to keep London in balance, monitoring shipments by road, sea, and rail. Our biggest problem, the blighters. If you could rid us of them, I'd be ever so grateful. It would make London safer. You find anything that sparkles, it's yours. I do love a bit of sparkle.刚刚那个哦，雅各，你的脸好油哦，你可以去洗一下澡吗？
这边有个碎片，我要从。I'll break your face。他有说出现神枪可以使用的。所以我刚刚拿到那个什么，什么都没有。咦？新的劫持货物啊！欢迎回来。伦敦的空气太脏了，跟现在北京一样。有这么夸张吗？北京不是很夸张吗？脏到才刚洗脸又油掉。他这样跑来跑去也蛮正常的啦。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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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么快就针对我。劫取马车。他们打架好了，马车移动了，哎，我被，不对啊，没有人注意到我。一个暴动就把事情解决了。火焰蛋白石，这什么东西啊？刚走出来就遇到马车，最近出来游戏都不太感兴趣。最近出什么啊？哎呦，怎么会有人冲过来？原来这关的难度是在于会有人冲过来吗 ？OK。
要准备要玩什么新游戏啊？哎，我最近有想要买《刀剑神域》的PS4版，所以我现在这个还差很远。 我刚刚是不是撞墙撞？快点玩一城余生啊！一城余生应该还要再等等吧，没有办法一次玩这么多个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越解越多啊，这个刚刚这边解过还要出现，是怎样？ 这样的话就不会倒啊。 下你的车，大块头，他都不开车。我想说他开车我在上面打，他都不开车，害我浪费那么多子弹。把你踹下车。 宰了你！哎，我发现他这个任务好像真的是随机会出现的。刚刚这里应该没有吧？还是他解到一定的程度他才消失？那是无限任务吗？
好多。在干嘛？我就跟你说，小弟很雷吧。好啦，好像还是有不见了。这个任务好多、哦。让我补点子弹吧。快抵达码头的图片，我有新的制作可以做装备哦，我是比较想要做升级啊。皮不够，好，啤酒瓶已清除。路上真的会偶尔遇到这个劫持货物的，我在想要是不是分成两种，就是路上遇到这种是随机，可能是无限的，另外一种是定点的，定点的可能就是固定在那里。要去跟解救完的童工要钱哦，可是解救完的童工在哪里要钱？然后我拿到火焰蛋白石了。没有给我土，旁边有特殊材料，居然还有恐龙爪。我做这种很高等的东西都没有用。刺客护手。哇，这攻击加好多，所有的刺客护手都要找出设计图。
传奇刺客披风就没有什么用，只是一个披风。好吧，好像没什么好做的东西。解救完了工厂附近会随机出现童工。然后我只要靠近他就会给我钱。有很多钱吗？有啊，这边有童工啊，他们只顾着玩鬼抓人吧，并没有想要给我东西的意思。没有看到马车。哦，有了，看到马车了。直接开走。Who's a good horse? You are. 啊，双飞一台。双飞两台。我发现那台比较多人坐，那个比较坚固许多。伦敦比较容易出现5000英镑，你怎么知道？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算特殊材料吧，因为他拿到的皮革什么的好像不多啊。嗯，这里又冒出一个。这到底解不解得完啊？